那我也没有酒啊，我也不喝酒啊。我有啊，大姐夫啊，我这是喝剩下的两瓶。就不多了。你来吧。不行不行，我沾酒就醉，我喝不了。没让你喝啊，你就放嘴里，哗哗哗哗哗哗，哗，往身上撒点不就行了吗？那行那行，我跟你说贵着呢啊，多少钱呢？这瓶白的1000。哎呦我的妈！这瓶红的好几千。哎呦我的妈呀！啊，这不行，这太贵了，这我不舍得喝，不舍得喝。哎呀，你快走吧，你快点，咱回家，都几点了都。不行，这样，我这活还没干完呢。这样，你先回去，我呢喝点酒，缓缓劲儿，完了以后我就回去了，好吧？那你可千万等我死之前一定得到家呀。你放心，你活不了。我什么活不了？不是，我回去怎么说呀？你看我这脸。你死不了。你这样啊，你回去以后啊，你就装醉。啥都别说，你就装死，等我回来你就活了，明白不？对啊，我知道。太好了啊啊！我就装醉，什么都不说。我明白，装醉我最会了。别闹啊，讲话吵不了我。哎呀，我的妈！这家伙这一瓶1000呐，这家伙这一口还不得100呀？这家伙。舍不得吐，太贵了。哎，就是有点辣，我拿出去吐吐。嗯，还是1000这好喝，你知道吗？大姐，大姐你难，干啥呀？你把那镜子递我。在哪儿呢？啊。哎呦，这这么近，你自己不能拿呀？费劲呢！哎呦我的天！人家说了，怀孕的女人呢会变丑的，我得看看我自己磕碜没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还那么好看！大姐，赶紧给我补起来，把咱妈给我炖的鸡汤给我拿来，快快快！在哪儿呢？啊！哎呦我的！快点快点快点滴！来来来来，喝吧，给我！哎呀，谢谢大姐。没放盐呐！哦，对了，家里没盐了，这顺丰买盐去了。不是，钱顺丰上哪儿买盐去了？他是买盐还给我生盐去了？是不是从早上出单再没回来呀？啊，那肯定又偷着出去喝酒去了。那不能，他要喝酒还敢回家吗？那倒是，我得踢死他。我回来了。你上哪儿买盐去了？啊，老远老远的，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。说喝酒了？对，喝酒了，怎么的？哎，你还敢喝酒是吧？哎呀，哎，别给我起来，别给我装死！哎，起来，大姐，她以前她不敢这样的，现在喝完酒竟然敢跟我这样了。对，你说她是不是不爱我了？哎呀呀，别着急啊，她爱不爱你，你问问她呀。她都喝那死样，我咋问呢？这趁她喝酒，你问问她酒后吐真言吗？小胖子，你挺奸的。钱总啊。你最爱的女人是2米粒不？这个问题问得很尖锐。嗯。哎。哎，你干啥呀？拖行，电视剧里都这么演的。别，人电视剧里是凉水，你这热水。他不怕开水烫。下雨了，收衣服啊！哎，收什么衣服？收衣服。那个钱总，我问你，你最爱的女人是2米粒不？对。就是我们家2米粒。嗯，那他在你心里是什么人呢？他不是个人。啥？他就是个仙女。仙女？他就是月亮上的嫦娥。嫦娥呀。那我问你，嗯，大米粒在你心里是什么人呢？大米粒，你认识大米粒啊？啊，大米粒在我心目当中就是嫦娥身边的兔子。叫什么叫？你这个嫦娥，你看把你这兔子养的怎么那么肥？说谁兔子呢？你看你长得像个二师兄似的。哎呀，大姐，你真是嫉妒。二师兄怎么的了？二师兄就是爱嫦娥，是不？哎，服务员，离我远点。啊？只有我们家亲爱的2米粒才能跟我那么亲近。啊，好的。听说你们家2米粒啊，特别爱花钱，还特别败家。你喜欢他什么呀？女人不败家，男人挣钱给谁花？那他还不
嫦娥要是干活的话，那只肥兔子干什么？我们家二米粒就负责貌美如花，我们家大姐那就负责勤俭持家。听见了吗，大姐？原来我在她心目中还真不是个人，我就是个神呢。神经病。神不让你去喝酒，你跟谁喝去了？对呀，二米怀孕了，不在家好好陪她，你看你喝那熊样。大肥兔子，闭上你的三角嘴。你啊，我告诉你，我大姐夫你也不认识。大姐夫哭着跪着求着我喝的。不对，他滴酒不沾。就是因为他滴酒不沾，物业谈了一笔生意，他叫我去喝的。啊，那你没撒谎吧？我撒什么谎啊？我还不回来，你差不多了，不信你看。大姐夫，大姐夫，你领丫鬟去了？精神焕发。我给你那两瓶酒，你都喝了？没喝，我答上了。哎呦，我跟你说。我拜托你这事儿，你可千万办好啊！谢谢钱春风同志，你看你看，代表物业谢谢钱春风同志。哎哎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爱你爱你，我爱你。没乐去了。哎，大姐，我觉得我大姐我喝多了挺可爱的。你把你刚才教我那招，你用上，你用上。对呀，她从来不喝酒，太好了。我问问她。赵经理，我问你，你最爱的女人是不是大米粒儿啊？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尖锐。哎哎，这还装死呢。着急收衣服，我你听着，我问你啊，你最爱的女人是谁？张秀芬。张秀芬，哎呦，这还真是酒后吐真言啊！怎么出来个张秀芬呢？张秀芬是谁啊？我的妈妈。哎，我问你，除了妈妈，你最爱的女人是谁？那肯定是妞妞呗。回答正确。除了这俩人，你还最爱谁？大米粒。哎呦，你什么时候来呢？你认出我来啦？当然。哎，就你这张脸，300米以外我就聚焦了你这个饼。什么饼啊？饼啊！我问你，大米粒在你心里是什么人呢？大米粒啊，他就不是个人。你看，说我不是人了。嫦娥，你看他说我是嫦娥，你看旁边的兔子。哎呀，那个二米粒在你心目中是什么呀？嫦娥，你看看我就是神，一点招都没有。嫦娥中的恨。钱瑞峰在你心目中是个什么人啊？不是个东西，啥人？你心里那就是个兔子呀，不是一般的兔子，是一个肉兔。什么肉兔啊？你就直接说我肥就得了呗。肥而不腻。哎呦我的天！你勤劳、善良、内涵美，上得了厅堂，下得了厨房。我爱你，爱你，就爱你，爱爱爱爱不够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行了，那我问你，那二米粒在你心里是什么人呢？吃货，好吃懒做不干活，人送外号一个大活驴，谁娶她谁完蛋。钱什么？你还跟他听呢？他骂你媳妇呢？说出了我在心里话。什么？找到了。找到了，你赶紧给我清醒点，你别忘了我拜托你的事儿啊！哎呀，我你喝多了吗？你没喝，打上了，别打了，你回睡觉去吧。不行，还有任务没有完成。什么？哎，等会儿，张哥，什么任务啊？好好说啊！钱春风让我说的。
他又出去喝酒了。他喝酒去了？嗯，他自己喝的？嗯，不对，钱顺风说了，他是替你喝酒去了。钱顺风的话你能相信？啊？他骗媳妇的，连我的酒都是他给的。啊？那他是不是经常骗他媳妇儿啊？错，他是天天骗。怎么的？是不是要吐啊？酒太贵，不舍得吐。你行了，别不舍得吐，他妈就舒服了。赶紧。赵刚子，你把我事儿全都毁了，你。你我祸了你。媳妇儿，媳妇儿。媳妇儿，我错了。孩子，别听他在那儿白话啊！你以后要是个女孩的话呀，你可不能像你妈一样啊！以后找对象，眼睛一定得瞪大了啊！别找一个这样的，整天撒谎，然后还给我喝酒的大酒包，听见没？乖啊！媳妇儿，我错了。行了，钱顺风。我不让你喝酒，我是坑你呢，我是害你呢，是吧？啊，咱俩要这孩子多不容易，你自己知不知道啊？啊，我现在怀孕了，你不好好搁家陪我，你天天出去喝酒去？啊，你说以后你要把身体喝坏了，我跟孩子怎么办？媳妇儿，我今天喝酒真的有原因。你看咱们公司跟人家公司谈那笔买卖已经半年多了，今天人家把字儿给签了。哦，对了，你看我今天喝酒是有成果的，我得，你看这支票都拿回来了，我是不是得谢谢人家呀？那你以后能不能不跟我撒谎啊？你一天不骗我，你是不是心里特别不得劲儿啊？媳妇儿啊，我这不都是善意的谎言吗？你行了，钱顺风，你别老给我整什么善意的谎言，咱俩是两口子，能不能有话就跟我实话实说呀？我还能不让你去吗？好的，明天孙总约我去钓鱼，行吗？不行，你不还得陪我去产检去吗？哦，对对对，后天几个老板约我去打球，行吗？不行，你不还得去取化验单吗？这就是实话实说的结果。不是你到底喝没喝多呀？啊？就在半梦半醒。你给我上班了，唱去。你刚才说你爱我，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？真的。我不信。你看我都喝成这样了，俗话说得好，酒后吐真言呢。有道理。啊，走。顺风，哎，跟我回屋，干啥？屋里还有两瓶好酒，你再把它打上了啊，再把它造了，走。怎么的？我还有20个问题要问你。不是问就问吧，干啥要喝酒啊？酒后吐真言嘛。慢点，慢点。哎呀，咋样啊？啊，好点没？好多好多了，哎呀，好多好多了，哎呀，哎，顺风回来了吗？回来了，咱俩没进屋了。啊，不行不行，我得找顺风去。干啥呀？不是，我怕他两口子打起来，我还没完成任务呢。哎呀，刚子，你任务完成得很漂亮，他俩打不起来，可好了。真的呀？啊，真的。俩人没打呀？没有没有。哎呀，我这就放心了。哎呀，哎呀，我这亲爱的，我爱你。啊。爱你爱你就爱你，对你爱不完。你喝酒了？我喝什么酒啊，刚子啊！这么多年了，嗯，我从来没听你跟我说过这么多好听的话，你还能再跟我说一遍吗？妈呀，我刚才说啥了？我断片了，我都忘了。那我提醒提醒你啊，肥而不腻。你今天炖肉了？炖什么肉啊？哎哎，听着啊，嗯，大肥兔子，你炖的是兔肉啊？哎呀，什么兔肉啊？刚子，嗯，屋里还有半瓶酒，干啥呀？你把它打死了，我就喜欢你喝完酒的样子，哎，特可爱。不是，不是，媳妇儿，我不能喝。哎呀，我喝完难受，真眼，我不能吐啊。